2018年立春嘅八字咧，五行系属火。咁立春八字木旺土厚，咁本嚟咧就可以身旺火嘅，但系本身火咧系较弱，咁难以木火通明。咁预示咧，2018年嘅香港政府咧，即使阿爷俾佢利港嘅政策都好啦，咁但系由于内部咧都好多矛盾，加上2018年立法会咧补选，咁泛民咧大力争取席位，咁港府施政亦都有好多掣肘，咁尤其咧系今年嘅年资缩系有斗争诉讼之象，咁不同嘅派系咧，除咗口角不战同埋透过法律互相攻击，都会有好大嘅影响嘅。